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宁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越南生活》。我现在在网络订购这个酒店，叫 Little Tango， 小山谷啊。我们进去看一下，这是我酒店呢，也不算是酒店，是 homestay， 就是家的，家里开的。哦，还不错，环境还不错。OK， 我已经在酒店里面了，你看这个环境还不错啊。我们饮的杯呢？嗯。然后我订了一个房间，是往山里面看的。OK， 啊，房子，喂，两面，嗯，很漂亮。OK， 大家看，还不错。我住的房间还有外面的小阳台，啊，这个地方还不错呢，还有床。啊，这个拉不起来，啊，还有阳台。Đây thiết kế cũng được phết nè. Ừ, ha, có cái giảng đài. Đây là trên trên xem này. À, bên kia có sao.这里是洗手间，哦，不错啊，嗯，喜欢这个风格，还有洗澡啊，哎，总体这个房间不错，嗯，哇，你看 homestay 那是。这里，咦，还不错啊。Homestay 的是，它有那个功能啊。等一下，我去灌一下水。喂，哇，第一次看到 Homestay 洗手间还有这个功能。它用这个纸挺环保的。So Kathleen， 嗯，这个老板设计也不错，看，这个风格很喜欢，大概是这样，嗯，不错。然后就是洗澡的，我们还能看到大自然，哦，还能这个门还能拉开，看大自然环境。不错，对，房间。这接近大自然，整体环境还不错啊。这个船，啊，这个船比那个太平舒服多了。啊，这是衣柜，毛巾。吹干头发，不错的，很喜欢，总体很喜欢。这个茶，一些保温。啊，这个中药茶，嗯，挺干净啊。哦，还有一包新的，没打开。矿泉水。买，一会儿我们出去外面看看。哦，这个环境不错。啊，这个餐厅。啊，大自然。喂，我住在上面，还有上面还有房间。
先下去外面看一下，看看什么环境。哎呦，啊，就靠河了。这是山，这里还有洗衣机，一公斤4万，不算太贵。刚让房东去帮我洗一下。还有个小狗的，小狗狗。建议大家去宁平应该租那些 homestay， 环境很不错。这个房间的门是这样的，木头门，把它锁起来，就像古代一样，然后把它锁一下，快感谢我的，快点。哎，ngược lại, phải cắm vô cái xây đi em tưởng.